联特总统今天下午3:30接见了克鲁利克总裁，并且和他亲切地晤谈了半个小时。美国科普莱新闻社是一家规模宏大、立场反共而且支持我国立场的新闻社，每天所发布的消息供应575家英文报纸。和他们相关联的克普莱报系在美国加州、伊利诺州等地也拥有15家报纸。联合总统在4:30又接见了各国参加自由日大会的贵宾，包括越南参议员议长陈文林、沙烏地阿拉伯朝廷部部长古蒂贝、美国众议员梅尔斯，以及韩国、智利、巴西、日本和赖比瑞亚的代表共21位。联合总统今天赞扬他们支持铁幕国家人民反抗暴政，争取